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视频。今天呢，我们把这一个最后一次两多停多两次，就可以了。不要不理他，懒得理他。那我们就开始吧，因为这个任务很简单，就是赢多两场，这些任务就应该完成。对手挺好打的，应该挺好打。希望，其实我也挺希望我下次，我也不知道应不应该升级它，升级好像就行了。哎呀，好的好的，超级可能，这东西是我的。哎呀，你怎么能死出来了？我的，你可真会算呢！你再去抢了那两个东西，我的天哪！哎呀，抢了这个，我也抢了这个。行，二级机甲也算了，二级机甲下次也算了。不过不管了，下次这一次好像得出了，只能希望能在这一阵子打倒这一些，要不然是不行。哎呀，糟糕，打了一定的伤害，这次得赶紧抢，赶紧再小点，看看能不能抢。还在抢啊，兄弟。不用想啊，不用理那些家伙，想就行了。好想抢多点。好疼，太不公平了！这么一点点就得赢了，可是六阶机器，看看怎么办就行了。六阶机器人，让我看看。好疼，那家伙，如果二级可以吃掉，我这不好，不知道能看得过来。天哪，我要输，就输了，哇！那我们现在可以升级一下，因为再这样不升级，它就会可能就会经常出现。已经没法升级了，不过不管了，我们下次加油，反正赢一两场应该不算太难。意思就是最好第，其实我挺想第一局是大家都拿到同样数量的，那第二局呢，就意思就是全部集合在第二局集，那第二局弄个十节的，逃了，我逃了。哎，真的你抢得过我吗？算你厉害，算你厉害，你这种小公牛。这个是我的，好，刚好今天运气挺好的，哇，今天队友不错。现在问题不是，因为队友看来也是跟我同样的想法，不用那家伙，跟我抢的锅，防那个如果这次咱们赢定了，不信能输，我不信这一种等级能输十四节，看你们一堆小家伙该怎么办。那种可是发怒的机器人呢，那个叫什么，我叫那家伙发怒的机器人。好，哇，我这打的伤害恐怖，哇，那个塔的伤害，哇，我的天，我竟然能直接冲过去打死，哇，这样差点死了。其实假如没打死，我也可以一个技能冲过去直接揍死那些家伙。其实实话来说呢，假如刚刚就是大约我好像一级有2000多的伤害，所以假如大约有6000血左右，我还是可以。这一次好像两边差不多，忘记看对手还有谁了。我只注意到，这个粉色的我好像也有这个皮肤。哦，原来是，哇，是个霸凌，这家伙打，这些家伙，
问题就是他们平时看上去不算很厉害，但是打起人特疼。我跟大家说，实话实说。好了，第一次能打的刚好打中两个就行了。主要问题是第一次能打得中两个，第一次打得到两个机器人，我操！应该二级机器人只能希望吧。再来讲，你得抢多点，因为他对方有三个，尽量把对手打到低血一点吧。我也干不了什么。看看这怎么办？我的天，那都肯定不是机器人。这些家伙都是远程打手。哦，这没有抢到你的头。怎么可能会这种事情发生？至少我们还是打一个机器人，看看能不能打得到吧。来打我的机器人，我完了，没有再成功。这一次还行，哎，我们的算低不算太多，但是至少来说能干到就行了。这一次不行了，只能希望能把八个弄到十个就挺好的，十个能保证安全，我能保证说，这些家伙怎么都有五张配件，这不公平？他们都有五张配件，这太不公平了！我也好想要五张配件，加油机器，这次不用理他了，我们一起冲上去！成功！一旦有超过他们的电池，五不错，胜利啦！太厉害了！哇，这次真是运气挺好的。我们终于能开宝箱了，感觉到好高兴。终于把这个翻了。这个呢，因为我们大家努力得到，所以我因为五百个，我实在想不好给谁。所以嘛，给个好东西，又没给好东西，已经好久没获得新的了。下一个是超级宝箱，不理这个，我们看一看有什么任务可以做。因为这个还不在，那我们就做那里的有点难度。就做那里的，做这个让我看一看。这手，这边血不够厚，一定要这样，这个龙闪是血厚，你们不要过来就行了。哎呀，都是投手，是吧？我的天哪，还得远程移动。其实在这里我有五张配件就可以冲过去冲快一点，像我这种没有五张配件的人也没办法。我咋觉得怎么这么丑啊？每天打好几点，不忍心看。我也猜到会出这样的结果。哎，这位在干嘛？对不起，我等一下，找一找机会就举报你。谢谢我等一下举报你。好像在赢了。你们过来阻，你过不过来阻止我啊？你过来我就炸你。哈哈，炸你炸得好，炸得挺不错。其实这个可以做，其实它的技能角度大约就是在这种模式下的话。大家可以就是
可以当像这种像公牛这种近程的对手来打的时候，直接用依靠这种技能把他们向后推之后，可以很快打倒他们。不过呢，这一招呢可能就是对付莫里斯就会有一定难度。这三血滴四千组合，三个人的血量都低于四千，这里是三人高四千组合。你没有断出过去，算了，要不然我冲过去就会接。好像在赢耶，不知为什么感觉上，你过去抢一下。扎得挺舒服啊，小家伙，扎得挺舒服吧？但其实他这一期的城已经，他的攻城已经给加油了，比以前好多了。哎，你没有注意到那里还有一个站点吗？这里两个打地雷，打地雷，站点，站点，好厉害，挺厉害的。刚好有火虫，那个好像是那个街舞皮肤，挺好的那个街舞皮肤。假如这家伙业务刚会见，假如大家发现对手有个塔拉之后呢，大家可以发现有这种样子的话呢，就是上面就说你对自己练级看到你，那时候你这家伙有刚会见，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可能杀死我？这么东西，怎么可能还在赢呢？这更奇怪，对面原来如此，这几个都是血特低的存在，我从来没有弄他们。这家伙伤害不高，没事，我们赢得很快。你赶紧进来啊！你去对面帮一帮手行不行啊？这位，我守在这里就行了。完成这两个，这里已经够任务，可以让我获得这个圣衣奖。圣衣奖，我呢认为就是这十场战斗，我全都用这个圣衣奖来完成。那之后呢，公牛啦，觉得控制其实这个很好，除了对有些像大牛这种英雄不太好之外，这个绝对控制对公牛真是绝对的，力气够用。这很正常嘛，经常这种事情都会发生的。所以在假如见到对手是跟你一样的，哎呀，你们两人打一人不公平，你们这叫做不公平，懂不懂？小家伙，懂不懂？这不公平！好了，算了，我们直接冲过去。
那个牛皮裤杀死的。我在这个位置站着就算了。哎，竟然没有地震啊、哦！现在刚好变出来了。其实，两个熊不动的话，就说明敌人还不能在攻击上。嗯，好像八号点干的不够。我现在不够，首先这一步我们要站，我就很倾向羊的。看一看呢、啊，我们今天呢就尽量让队友休息一下，我就去尽量打一打。我们伤害很高，大约假如一。千一击的话，那就要大约34公斤就应该，好像是600没错，那就大约34公斤就行了。可以的，这一点小问题不是很难。你们过来，你给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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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。我就这样一击，就这样弄死。我去那边，我去那边，那边好像听。假如我没计算，应该有更多恐怖型的敌人。过来，过来！你这个小家伙不是很强的吗？很强的吗？好强的吗？不行，不行，你说。我、哦、啊，这家伙竟然射的！这杰西必须得死！信不信我这样就是杀杰西？跟你说实话。最爱就是杀杰西，变成好烦人。哎，怎么可能死？竟然死了！哎，真希望那个技能也有牺牲，要不然这技能挺难获得的。不管了，转冲！你这小 boss 就想攻击我，对不对？我在这个位置，冲啊！这样有点难度。嗯，也是不错。这样还是要打很多场。嗯。希望这一次我们看看有什么办法，就是那种尽量打多点伤害的。真的不行。不过这次好像伤害打得挺高，10000没有上一次好。嗯，希望下次能好。这些真的很难打，加上那些家伙肯见到你头牛肯定不会给你进城的。嗯，你之前战斗个力那种的难打。特难打的家伙，看着我就是这个意思。哎，我的，这家伙肯定都已经待在那个位置，待不住了。怎么死的？我要知道我怎么死的。哎，我们那边怎么还没？哦，有人站着呢。这边好像没睡感觉。好。
政策又一块。哇，这次打的不错，应该再来多一场。就是要跟图用馆哪边多的人直接冲过去打。这个是湖南其实挺好的，因为公牛打公牛伤害肯定高。赶紧吧，赶紧吧。这边这次还是有进程的，但法莱克要小心点，不要让法莱克技能来了。法莱克看一看啊，你法莱克要干嘛？你这法莱克要干嘛？开始一滴搞定，法莱克搞定。法莱克已经搞定。法莱克，我的天，比六千多血高，600多血高，靠完，啊行，那我就成功了。你们赶紧过来！我的天，这法莱克太大了，哇，115血，法莱克还是输了。哎呀，死了，不过没关系。我的天，那法莱克开大了还是不行。那法莱克号称开大了就能自己以为自己是什么感觉？开大了就行，以为自己开大了就行。我就说一定能成功。我说330。就来做一下这个，这个嘛，我觉得还是打这个不是挺好的。我觉得你们换一个，这一点稍微有点难度，因为我这个是比较高的，所以会有一点难度。看来是有人用这个，也需要基础高伤害。假如一次你能完成两个任务，挺好的。我现在在打，因为在待在那边吗？我待。我这些傻队友在干嘛？有人能告诉我听吗？我这些傻队友在干嘛？你能不能好好打几个位置？我是有傻队友，是真的不公平，大家都懂了，也就是这个意思。傻队友的讨厌度，你们一个人好好待在这里行不行？太大了也行，可我头好疼，好疼！不要欺负我！不要欺负我呀！我们跟他们好好待在那个位置待了个20秒，我过去抢一下。现在可以冲过去了。果然要出来，你在那边还有机会呢。在这个位置出的，在这个你之前是你选的。打多两场吧。其实我觉得这个的武装推进的话，其实假如没有他的能力之心，就是当他在草原中被回血200的话情况下，其实是没这么好用的。假如有的话挺好的，就是可以直接在这个位置放一个草丛，那就是几乎就是无限回血那种啊。
过去给你踩一踩，就是好好好，踩得好，内踩一个就够了。实在是说，要问我的话，就踩过几下，这样我们的赢的机会就高很多了。虽然说一开始赢不一定是好东西，你终于过来了，终于有人肯过来了，终于有人能肯过来了。有一个人去，我叫你去吧。假如这家伙守得住，我就去帮助你。我就说这家伙最好打，你看他的回血，他那个回子弹速度特慢，他几乎是回子弹速度的最慢的。你把子弹都给发了，有点麻烦。你是很快有发现是有麻烦，包括你的塔拉也会有麻烦。我保证会杀死你的大妈，别讲话。我的天，这个，好像这条守得住，两边都守得住，那我就来跟你，这一个小姑娘。两个都残血了就行了。你这一二三咋这么弱？一二三呢、啊？一二三，一二三，搞定。这个行啊。你好像差不多，我们俩那再打多几场吧。哇，差不多八比十了，很快就能做一个新的关于八比一级的。变慢，但是，这个很可能是那种时间，因为我和我说过，同学，等一下呢，我就去加他的朋友圈。我跟你说，这些很多可能都是时间的，因为这些，因为获得肯定大多啦，都会是就是去买了这个，他们肯定就是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，这个已经是新的，他们现在只是用新的。所以说你很高可能都是这些都是十个 bug 的很强的那种，至少有能力值，差不多能力值齐。我刚刚以为我死了，他真死了，他看来是不想那家伙那个三次那个都用了。我就踩到这个，好像这家伙怎么打死我的？不懂，真的不懂。这家伙咋这么弱？他可能他不像那种正常这种家伙的实力。家伙跟我玩绕圈，然后搞笑，刚刚玩的搞笑，刚刚玩的好搞笑，他们在那里跟我玩绕圈。我在那里绕啊，他们太搞笑了，什么事说真的很搞笑，就是大家都在那里傻傻逼逼。哎呀，都输了。这家伙掌控的不错，输了不错。最后一场，
哎，这里有弹射，弹射，啊，还是，不动的弹射，动起来弹射，弹射很强的，我跟你说，这种弹射，你是不是过来想送死的？请问，看来是，不用去打不死了，弹射你终于出手了，我们的超级弹射终于出手了。别认为你那些子弹打得中我啊，我跟你说，信不信我很快就让你很，哎呀，你这些家伙，你都是一些烦人的原唱。你在干什么？应该是这家伙网络问题了。我怎么不得不说，可怜的家伙，连网络都是没问题。啊，你网络终于好点了，就这样吧。那他怎么藏在那个草丛里面？这技术我也想学习。我过去了，拜拜，拜拜，小家伙，拜拜。啊，好疼！不能像上次一样了。这样冲吧，不用怕，释放你的技能。好，干得好！哎呀，这个，好的，好的，不行啊，对面在赢。啊，对，不错，挺好。你们冲，我去保护那边。我又输了，都输的了，你们想怎样输的？现在差不了太多，感觉上。不过这些模式都是会有点，我们看一下哪个就是差不多那种升，看提升容易所需要。看一看啊，能用，一起上一场，应该一旦赢了，那就是有机会用到这个开到这个超级宝箱了。这个模式真的挺好玩，还是有一定难度，主要也是看队友吧。他真的很难打，因为他就是一旦死了，你就要重开始。哇，尤其在对手这种高攻击模式下，我们真的很容易死，加上我们速度又慢。一旦有，其实这里的方法就是这样，就打到自己最好不要升级。我平时都是这样打。我还是说，只要赢就行了。看来看来，好强，这边好强，这边好强，赢不了，我连他这移动都能慢，你管呢？好可怜，我这家伙被欺负的好可怜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有没有人？有没有人？我好怕，我好怕你们。因为我看到对面那些家伙，我就好怕。怎么可能？啊，这队友还是不行。而且在对面有密尔的情况下，加上我的速度本身就已经是比较慢的状态。这种速度慢的时候就是可怜。哇，这是一级的，不过好像我也是四级的。哼，我的小家伙想逃嘛，还是乖乖做我的，什么叫做那个，对，做我的升级棒，这词用的挺搞笑的。升级棒，咚，这现在是射程够恐怖的，我这射程已经很恐怖了，加上我的速度已经增快了好多。其实最重要就是这家伙速度真慢，不行啊，我刚刚把它升好，那就升啦。因为升了这个局真的很难弄，我一直觉得他的武装黑剑士应该升这个局后永远不会降。呜，看看我这种恐怖等级的存在吧！
压死了。不过没事，反正我们已经获得一次技能了。这个队友不错，其实主要就是那个，我怎么只会给十呢？不是给那个二十吗？我记得的话，好吧，那我们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比较容易升的。大约就是在八个以内的就可以的。这个好像真的，好像只有这一款。Just have to do stuff. 你们听着，我是第一，但是不要小看我，4000呢。他们很好奇这家伙过来干嘛？你们什么时候才能跟我来打一打呀？你们这个不肯打的家伙，真是不肯打的家伙。你们的自己的东西不管了吗？定制的自己的不用管了。你们不管我就管，我来管，我来管了。我的要求就是赢就行了。这边我来保管，你还担心？管说，你要干嘛？放过我呀！你再回一个，我不下去了。过来吧，哎，算了，小熊熊，熊熊，小熊熊，得了，你没熊了、啊，你叫我再给说。Hello， 哎呀，我的苹果，你们给我。技能也没什么用，没有那个，执行加五张，这家伙能力执行实在太强了，五张快剑也是很强的。啊，不知道我在哪里了吧？你家伙不知道了吧？怎么了？你们不知道我在哪里了吧？怎么了？扯淡！你们要开箱了。没东西，没东西，一点好东西都没有。现在下一个就只能获得这样的宝箱量了。那今天就开到这里吧，大家再见。